不是啊，因为他对我讲话，我现在录起来给我阿布看啊。你哦，我们家族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两个姐夫，就只有我会有你的妹夫。告诉你，等一下把你那个全部拆掉，我跟你讲，你再找，不要再找，这样子已经有点那种咬牙切齿，就是那个咬牙切齿。那等你再公开为，来来坐一次吧。为什么过了？我才不怕啦，那个这么漂亮，不好意思哦。哎呀，一下了，想想，来来来，放进去。哦，你要看吗？你要照每一个，大概一半。顺便帮老板娘那个的店广告一下，他都拍一拍，然后就放到部落格。很多人，他就走到哪拍到哪。好啊，对啊，大家都跟着你去旅行。所以我来的话，重点不是我来，是相机有来。好像还有射箭，你这个是学校，他的这一趟会有吗？是会有的，对呀，因为是学校的，你怎么知道他是跟饭店不一样？哦，问一下比较好。一千来千，对吧？蛮贵的，在校友才能的。你是要讲校友？校友或校友介绍？我问他说，那要不要毕业证书？不用。他说，没人会随便乱讲吧？这样。那你挪威森林要求？你为什么不来我们家住？我们家那个文不是，他要重温旧梦。哪有？你自己说的，你说那个重温旧梦是要到附近去逛。对呀，啊，你说这个离那个很近，所以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没什么逛，好逛两个地方，因为它就是医院，然后再来就是第二学校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同事就说，那你就可以顺便回台大啊，就刚好说那叫那台大医院。我说我精神科，拿一下拿钱包卡去。那边晚上没，就是很荒凉，不会有人在那里。没有，我跟你讲说，白天的时候可以出来看一下。白天你就要去那个开会的地方干嘛？一个店的，你可以来。那边可以上课，那边早上做学生嘛，那边都是文教区啊，什么开南啊、成功啊。可是这样，那就是因为每次你都在抢，所以我就很拍谁啊，就是都不好意思找你，吓得不敢找，又不是外人，你干嘛讲？啊，就是因为不是外人，所以就才跟你不讲。这逻辑是通的，对啊，这样搭配什么约出来吃饭？对啊，好不好？来拜这个应该是可以。我每次都觉得说，像我们其实不但我们很喜欢来垂钓那个，就是我们这样子聊一聊什么。联络一下，然后靠你这一刻，好保持。这是。啊，可是就是说，我不能心里负担，就大概五百个。中了，五百个。错了，我的想法是，阿姨现在有这个能力，两个大钱我真的是没办法，那么多小钱啊，我们还有这个能力啊。我是干嘛讲？我可以，要外国先进，我搞经济。是啊，我可以啊，我阿姨都忘了我们长大了哎。对啊，我就很高兴。因为我打个沙鱼，你要知道。那也是我的个性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姨直接说：“这是我的个性。”大姨，你不敢放。个性，那是
以前一个重点，一个重点就是说哈，我说机关到底哪里讲东重要，是很快乐的事情。要做东西，不应该单方面某个人。对呀、啊，你现在说的话，我妈都会听见的。大家可以听就好。哦，你的骨头有不好意思，有录音呢。我们赶快骂他，臭熟悉，烂熟悉。哦，烦死了，臭熟悉。我们常常出来，然后就会去吃饭。可是我们每一次，我们从来不会说我请或呛呛，我们就是一个人一半。我们虽然是姐妹是什么，可是我每次只要出去吃，一点钱去几个大家去，所以都没有负担。我喜欢讲，对对对。那当这个机会很少啊，你讲可以是。我就是讲，其实应该很平凡，因为这款关系，所以才出去。就都不敢。对啊。那你把卖完，就是说减少那个机会。后来很难，哪天不行嘛？你要跟特别人的话就这样，不然我们都不敢来。特别的什么值得庆祝？我们香儿哥哥要加油那样子。那我们今天庆祝母亲节，我们今天提早庆祝。现在几月？现在10月啊。10月。啊，母亲节档期已经开始了。对对对，有，差不多了，都在打草。好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我发觉摄影师都没有在吃东西，我决定跟摄影师要喝酒。来，阿内塞。太好了，那你喝多少我就喝多少。我没有，我这是开水。妈妈，这是我是开水。那无所谓，你喝多少喝多少。可以啊，喝一小口。取好好不好？镜头取好，对不起，镜头取这么烂。因为现在是，你很爱嫌我哎，你才不会嘞，不会，才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成家，要拍吗？要不再拍？工作已经够，一直弄打的。好啦，我要拍我阿姨我妈看呐，这个要请拍我的，我拍我的，不要，因为这么多人去，你又要这样。你想瑞跟恁大姐出来，那我考虑给你出，对吧？啊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老大人的家庭的时候，我出来，我听家里的出来。好安尼哦。对啊，我是这样。啊，这里是台北，因为这里的那个他不熟，店家他不知道台北的那个规矩。哎，大家，那今天这个讨论这个的影片的标题应该怎么下？到底谁该出钱？这个账是谁的？你没吃哦，吃吧。我要慢慢吃，我喝酒的时候我就慢慢，但是酒喝的蛮多。好，所以就不急哈。